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又来 Costco 采购了。进门先看一眼油价，比前几天涨了不少。今天继续实践 Costco 豪开箱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洗碗机用洗涤片剂，每盒140滴，具有超强的清洁效果，可轻松去除油腻的污渍，擦掉餐具上残留的食物。片剂采用独立包装，每次使用一粒，使用时轻轻拆除包装放入洗碗机，操作非常方便，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。创可贴每盒220片，适合儿童和成人轻微割伤和擦伤的伤口处理，有透明色、皮肤色等5种不同类型的尺寸，买上一盒存放在家中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在进行户外活动时记得带上几片。科克兰烘焙纸一组2卷，纸宽15英寸，每卷长164英尺，通常铺在烤盘上，是烘焙面包、蛋糕、饼干等美食必不可少的辅助用品。 Costco 的烘焙纸量很大，家庭使用的话能用很久。泥款儿童雪衣和雪裤套装采用透气防水面料，里面填充涤纶，具有卓越的绝缘保温性能。裤子上有可拆卸可调整的吊带，腰围也可调，有多款尺寸和颜色可选，这一套只要50块，可以说性价比超高。这个蛋卷真的超级棒，装在一个特别漂亮的金属桶里，里面有4包，每包20根左右，总计重1.1千克。蛋卷本身十分酥脆，咬开后是浓浓的巧克力和榛子味儿，不会很甜，可以用来做下午茶的点心。断货好久了，今天终于买到了。来自比利时的焦糖饼干，一盒300块。饼干外观呈深棕色，有焦糖和肉桂的香味儿，吃到嘴里有种酥酥的感觉，是搭配茶和咖啡的最佳伴侣。很多航空公司会在飞机上免费提供这款小饼干。苹果干每袋300克，采用天然苹果脱水晒干制成，原汁原味，不含任何添加成分，是一款大人小孩都适宜的健康小零食，可做新鲜水果的替代品。Costco 自己做的苹果派，它的上层不是传统的格子形状，而是一层完整的酥皮，里面是大大的苹果块，伴有少许的肉桂粉，不但味道纯正，而且尺寸比其他店里卖的都大，每年只有这个时节才有的卖。整块的后腿眼肉9.79块每千克，位于牛后腿，呈扁管状，这块肉经常参与运动，纤维粗大而精瘦，牛肉味很足，特别适合做中餐，炖着吃或者做卤味都非常棒，煮肉的时候整条街都是牛肉的香味。魔法悬浮球一组2件，是一款飞行玩具，适合6岁及以上的小朋友和成人，带有 USB 充电接口，能做旋转、回标等很炫酷的动作，可以一个人玩，也可以几个人一起玩，非常适合给小朋友做圣诞礼物。好了，今天的实践 Costco 豪开箱就分享到这里，里面有好几款都是特价商品。每周一下午1点准时收看图片快报的朋友，是不是都买到了？
谢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